好的，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暗数凤凰月跟这个遥控。经过上次的黑悟空，不是，经过上次的悟空，我已经不抱求任何希望了。哦，只要不要太离谱就好。反正我也没办法抽太多，硬不够，上次都弄光了，早知道上不抽了。因为我这个账号没有强的御风，所以可以抽到张是最好的。啊，哎，有了有了，第一个，干，敬送无名之人，心中所念何事？啊。我不喜欢雨丝啊！我要风寒月。是啊，是有60法免，是很强，但是，那我的方云怎么办？我的方云是雷属雨丝，虽然大家没什么人在用，但我把它念满了。不投了啦，我这样不够啊，凉拌了啦。好啦，我觉得等快结束我再抽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我印真的不够啊，大哥大哥们，而且下一期是什么？我很怕下一期是我更想要的。这样几个？35颗，35颗够吗？35颗，六十抽还不太够哦。当时应该强，好像是哦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先这样子啊。我们等一下试玩一下阴灵的部分，然后看一下哦。那个，时装的话，我可以从这边看到吗？凤凰月的时装没有啊，有点尴尬，看不到。啊，好烦哦！还是活动看得到，狂风霁月应该有吧？哎呦，哦！我从不去孤身夜袭，亦无畏惧。这柄短剑原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曾系着炽烈的思念与血，而今可以哦，用它完成未竟之事。可以哦，会赢哦。抽了凤凰月会赢哦，每一场都会赢哦。这还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令甲，哦哦，这哦哦哦，死给，杀死给。有看到吗？我有看错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哎，你们看到我的滑鼠吗？看不到，你们看不到我滑鼠。这个是，这个是，但我没有啊，各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等。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，这么的啊？这柄短剑原是我母亲的遗物。OK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的，下去。哎，董妖的这个没看过哎，哦，龙妖那次我没有抽。若能化身海中游，神尽威能；若能化身海，年岁荒芜，神尽威能，可照进瀚海，神尽威能。哦，不错不错，看起来很华丽，但不是很喜欢这个。不错不错。年岁荒芜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我的这个，好，然后我们试玩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抽卡的环节到这边了。哦，